刘振雄市长、曹建豪议员、黄振市。公园哦，那过去我们县内的公园基本上都是由公所提案，县政府这边来出审，然后会送给营建署来争取经费，很少有编现款在做我们自己的公园。但是过去营建署这边它有一些限制，有一些可能不提。探讨的时候，县长希望我们做一个比较完整性的一个公园，做一个类似标杆。那后续我们希望能够以这个来为做基准，那持续的会建设整个全县的一个公园。那这个案子呢，总经费工程款是3298，好，这是决标价。那整个案子加上规划设计会跟监造，大概在3555万。那公所这边市长也支持，那代表会支持啊，提供1200。您哈，184公顷内底的公十四公园的共融游戏场，挡好登记哈。咱拢知伫这个园林大道旁边哦，有真多重要的设施。啊嘛，同时规划着咱真多的这个啊公共设施哦。那这过去是简单的一个休闲运动的一个这个公园。那伫这处本县府跟咱公所合作，那做了一个这个共融的一个公园哦。那总经费是3550万，感谢咱市公所啊，咱配合着咱1250万哦。那这个公园营造起来，无论讲是老咱的长辈，咱的这个大人囡仔，还是讲咱的这个身心障碍的孩子，在这边都能够有很好的一个运动休闲的一个场域哦。那家的封闭度啊，是咱的消防局，所以也有一个我们消防意向的一个这个运动的一个这个设施哦。大家预计我们在10个月内能够来完工，欢迎届时能够有更多的乡亲共同来这个使用我们共融式的一个游戏场哦。啊，大家嘛感谢咱所有的主席，大家对这个公园的支持啊，大家嘛祝福大家虎年行大运，旺旺来。公司公益的啊，共同整理啊。现在首先嘛，现在先感谢咱彰化县县长彭伟明县长啊。那当然本来在公司翻船，我说我编列600万，本来要做一个啊，比较简单一个共同公益，但是刚好那个县长重视共同公益，又有编列预算，所以就找了陈官处陈处长来备勘以后，就决定在我们今天一个公司是公益这边来做一个共同公益哦。我就把这个600万移到我们的公司九啊，所以最近公司九也有一个办 A 颗属于差不多一个共识公园，要将近启用哈包括在我们的运动公园也有一个儿童宠物一个公园也即将落成了。未来整个 NS 包括老少咸宜的一个公园，包括儿童公园，包括青少年一个公园都有也欢迎大家能够到我们 NS 来游玩。最后今天将近过年，在这边也祝大家新年快乐。再过几天就有一个 NS 灯会后天三十号就要即将点灯，也欢迎全国的好朋友能够到 NS 来走村来赏灯，感谢大家，谢谢。第一场开工顺利，第二场动土平安，第三场圆满吉祥。是这